来人生路，西瓜斗阵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在斗阵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今日咱要来看的是楚乔驸马的大结局。昨个故事咱看到，凤阳公主思来想去，最后阁是明确了家己的心意。伊表明家己拒绝嫁予李慕容，而且阁以死来威胁大家。好在在太祖夫妻在这个危急的时阵，及时赶到并阻止伊。因看到凤阳的态度遐尼的坚决，转将这件代志讲予韩建忠阿公听。这个时阵，韩世良嘛顺利的伫汉兵回到家中，听到家己功劳予李慕容无领，皇上阁将凤阳公主许配予李慕容的代志以后，竟然激动啊昏过去。故事发展到这，这对有情人最后要怎样去争取家己的幸福？赶紧甲张磊继续来看戏。才讲手挑大刀，后来讲挥刀对杀，你到底是用手，还是用刀啊？回禀太子，我将首先是用银手挑开大刀，后来刀手对换，刀剑所回，所以才挥刀对杀。哦，我来如此啊！孩子，你是如何救了公主？是啊，贤弟，你如何救了公主？这是最关键的。嗯，请您再听来。将高我作为聘物，并告苍天，海可救难，应不变什么？正是，请爹娘一问心转呐、啊！哎呀呀呀呀！真是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啊！爹爹，你讲此话是何意啊？孩子呀，万岁莫认李慕容乃是救驾之人，已经将公主许配给他了。公主当真千金万客，结算了一千百万元。
太医啊！是微臣靠打金阳城，莫非是边关敌寇环境千求救援？万岁娘娘，边境安定，边境安定，哪里靠打金阳城，所为何故啊？神回禀万岁，神乃是为东台救驾之书而来。去东台救驾之书，正是。哎，救驾公告，告以皇上。红衣银布银含青的威武就那里木银威风吗？这岂不是银光两青了吗？万岁，这救驾之人并非李木银银啊！含青，你讲什么？神公，这救驾之人并非李木银，伊无解救万岁，更无解救公主。这李木银并非救驾之人，正是那救驾之人乃是何人啊？正是新儿韩雪丽啊！哦，乃是韩青烈玲珑韩雪丽啊么？正是雪娘，你将如何救了万岁过程，讲给万岁娘娘知情。嗯，万岁娘娘啊！人生叠山海。
天讲得天花乱坠，何叔公，那你是牛不得啦！好啦好啦，莫事再走，回府去吧。且慢，万岁，万岁啊！韩卿，现在公两的阴公在前，今日之事啊，我就不计较于你，不是再走，回府去吗？哎呀，万岁啊！万岁！方才为臣所言，那是八股之言，还是奇观之罪？韩卿啊，韩卿！我对你一牛再牛，你偏偏得寸进尺，你叫讲我，你怎样讲你呀、啊？万岁呀、啊，方才微臣也讲过，我那是有半句的虚言，还是有欺君之罪？安定都，你今架势太大吧？快进哦，万岁呀！我讲父王啊，看鬼公请进来，我发连不理由。
先骑骑自行车，再漫步海滩，最后露营。有你有我，风雨红线，因你老人之间，我叫家之言，还是含细粮不行吗？这是细粮，你是怎样救家，又怎样救了公主，你就快快讲来。是万岁用兵啊！就听过啦，这君王今晚将何讲起呀？乃是你的好女儿凤阳对我讲过。好啦好啦好啦，讲不少再讲，多讲无益，黑蛮黑蛮万岁。
才国王已经讲过了，多讲无益，回府去吧。万岁！万岁！要护你的更加不要移动，要下功继续扩音扩办我要移动老公扩音不丢心丢扩音你要红丢的几年前万年连点到四回生气棍Oh,
你好，你好，合作愉快啊，赶紧。妈妈，妈妈，你来这边，好好看啊。小贝，你慢点。哦，真漂亮。周围没人，周围。先生你好。文明观展，展现你我涵养。你这个贱的，你兄弟是空魂。爹地请当要下工，以下还乡，岂是可恨可恼？为谁在大哥团聚，凤阳公主明日出阁，为你梦境为妻，我得有功有志。父王，我的婚彩公贵，你哪敢？逼婚，你敢？我今晚一死，我今晚一死呀！你想死？好，好，那你就休怪我残忍。王，你休怎样哩？你这个都更加一世狂魂，何怕无父无魂？讲即刻下旨，定斩东吴者，暗合我吧！你斩我吴门！啊！你不能，你不能一将休过！我见忠如山，奉告祖国。将军，是你
元立下盖世奇功，万岁封为天下第一大将军，又一功做父配文，就为东厂驸马，真是相喜的母妹啊！报，都要花轿到。哦，既是花轿已到，快快请进。做魂追唤奇魂，难道林副主不惊死啊？呵呵，惊死就唔来，家来便唔惊死。我讲恁伯爷也是太过分啦！这条婚书啊，乃是我父王赐婚的，命定加秋情就是奇魂，定操恁母妹呀！太祖所言之事。哀家韩建鼎哈，是林副主太强功，为官统治做带动，太岁头顶刚动土，两地不为多下龙。实在太过分了，你呀、应该上表变君，叫我父王定义一个欺君之罪，抄斩你母妹呀！太祖啊，咦，可是你个父啊！李清，你尽管办事，本宫乃是太祖，你当公子啊，无有私偏，这真驸马是真驸马，你讲要惊伊啥？太祖所言极是。海家韩建鼎哈，韩建鼎，你休得停雄，你家随本侯上殿面君啊！面君就面君，叫你好啦，哎，好，那咱就一同面君，叫。
请平行下万岁。李寒两卿现在您老人比比划划进宫辛苦体统啊，哎呀万岁啊，万岁。李主靠，李主靠，我姓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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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接力，一场关于文明的接力，一个眼神达成你我之间的默契。三言两语最能抚慰人心，一个细节成为美景最好的滤镜。一次等待让城市的暖意升温，伸出双手传递爱心的力量。这是一场接力，一场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接力。文明接力，您准备好了吗？您老人乃是国之栋梁，今朝在这金鼎之上比比划划，您真是哈。是啊，当天为臣，又是皇亲国戚，你当以和为贵，不可轻举妄动。娘娘讲的是，可是可是目中无人，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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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中无人，目中无人。好啦好啦，寒天不敌天雄，李天家现在你就先走了，万岁哈，万岁。就将军功为君控制来起闹，春节花灯杨秋千，李卿李少公主为驸马家在拜东之时，是寒家虎主穿着虎中秋千是吗？此乃将数改敌，要太祖作证。是啊，皇，那是皇帝亲眼所见啊！到，天府主，请家是多大？金家千金，穿花洞，明灯中打起功，空姐归梦，比比丢金，祖宗祖先的最应当。千处独恋，虽然凋谢黄花体面，悄悄金盖两目红。祖国的心虽无痛，朦胧秋千尽破关，两米不过共欢心，观用一足两目红。主动不必为因求情，今日不参寒家虎主，南平刁压之魂，定金莫属。向寒家虎主阿聪我妹哀悼，出战。且慢，虎王，寒家虎主今日应付秋千，必定有缘由，请虎王这边日后将因再战未敌呀。这个吗？是啊，
君王。是呀，万岁，自古都君的神事，神不时不中。但是你要斩神，也着用心将太子的经过讲得一清二楚，你再斩未迟呀。君王三思啊。是呀，父王。好啦好啦，那恁两人就起来，慢慢讲来。下安睡。臣感恩万岁，这救驾之人乃是何人？万岁可请借请求见。恐诈以公会，并无亲家，只有一人。只有一人，那伊乃是何人啊？就是奉为天下第一大将军的李慕言。李将军。听讲是你救了性命。是啊，是我杀退了皇宫，请求夫妻万岁。是啊是啊，正是小将军请求夫妻讲的啊。那好，既然如此，到达千位李将军，你还告高见之时，可知啊？皇告伊当时用命啊！皇告十分用命啊！不过啊，被我杀得再败之道，那比你失败啦！正是，那你可知影还岁叫何名姓？是啊，伊是叫啥姓名呢？叫公啊！哦，伊叫做贤弟哈。伊叫贤里侠啊！哎呀，是啊，叫做贤里侠，叫做贤里侠。小将军啊，那万岁叫万岁，那万岁恐怕叫做哈里贤啊！不错，假是哈里贤，假是哈里贤呐！这哈里贤贤里侠啊，颠过来倒过去，这不是一样吗？那好，在请问李将军，原告当时所用乃是何等兵器？乃是一把银枪。哈，是一把银枪吗？是啊，就是一把银枪，就是一把银枪。小将军啊，你叫错了吧？没错啊。当时啊，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原告啊用枪，伊啊用这大刀，啊两方啊这么交战的哟！哈哈哈哈哈哈！李将军啊，你可是露出原形来了啊！我是讲了什么呀？李方才讲啊，嘿，原差用枪，伊用大刀，因两人这么开打。这样讲来，就是赦免救驾，李青啊，你是不打主教咯？我这，嘿，李青啊，你放心，你要李青来的红娘吗？暗赦娘，啊，在。那范岁本用大刀，后来因何变心硬枪呢？万岁啊！我将本事啊，用银枪，后来小枪断一刀，刀枪交战是无所谓啊。万岁剑败落荒而逃，这个军队不帮啊，是我失良。又叫公主对爱护，哪知也无用于暗关键啊！一阴差阳错，气红红。原来是青刀对我犯罪大败，是你对我犯罪啊！正是。父王，这回你该先进了啊！开心，开心啊！李相官。啊你万岁万岁恕罪呀、啊、万岁啊
天主莫讲，微臣有罪，万望万岁发我开恩呐！万岁啊，这乃是一场的误会。李将军伊啊，虽然并无救驾，但是伊呼救万岁，也好算是大功一件。万岁定夺！哈哈哈！堪称海量贵人，堪称乃是忠良贤臣呐！李将军。我王就恕您父子无罪，平心起来吧。下万岁！啊，老弟啊，老弟啊，老弟啊！当代之事，何事多话，也得风波翩翩，莫讲秋千，顶顶风波。如今论功不论过，将天见天听阿福。万岁！韩世良当代救急，救了国王，救救公主，定聘在前，就为当场红马下注龙吟，将卿随国光荣寺赴宴去了。下万岁！好看的草席驸马到这就全部补上了了，精彩好戏是不是感觉看不到感慨？忘记明天上一个时间，张丽媛在这陪您继续来看戏。明天中午的十二点，观众朋友会记得准时来锁定的文文师，关注到底来看戏。在看戏之外，也欢迎关注的文公店看的文的手机软件，会用在顶面回看文节目每一日的精彩内容。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咱明仔日再会。